好拿过来好放这个东西啊，放家具啊，都我们都好人下雨嘛，好蹲在这里等等啊，就啊是好的呀，是不拿过来嘛，我们没有蹲处的呀，是不是？下雨的天蹲在什么地方家去？是不是？要躲躲雨啊，是吧？现在还没有，除非我们要那个搬到那边去，假设再通电嘛，可以。